为了欢庆彰化庆安宫关顶古迹建庙200周年，彰化市公所为4月初8开始到4月14日连续7天，盛大举办福宅庆安庆祝活动，包括儿童歌戏甲布袋戏演出，邀请乡亲做伙参与并且祈福。彰化庆安宫创建伫清朝嘉庆23年，西元1818年，又叫做大德公庙，主祀伊有之神保生大帝。在二次大战期间，庆安宫曾经被美军的飞林机炸过，到今仔日也是会当看到战争的东西留下的痕迹。目前是关顶古迹，为着要庆祝建庙200周年庆，彰化市公所规划一系列庆祝活动。三请敲锣。锣鼓喧天，不再静安。咱彰化庆安宫，咱讲大德公庙建庙200周年，咱伫4月初8开始特别来展开。那么咱系列的活动内底包括咱有4月初8下晡点半开始伫咱庙口这所在有咱大德国小所演出这个保生大帝护众生这个歌戏的表演。以咱保生大帝伊的职掌，就是呢保护咱的这个民众吼，在信众的这个健康、用药安全，希望咱医药之神会当呢，和大家吼拢会当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活动筹备主委前议长白鸿生表示，庆安宫是当地信用中心，大德公保佑信众身体健康，欢迎乡亲会当共同来参与。庆安宫。因为讲大德公庙咧建庙200周年，因为讲是一个非常大个代志，因为咧一生无法度去看到300周年啊啦，所以咧今仔日是即届是200周年个庆祝活动，伫区市长非常用心，所以咧毋忙咱彰化市民咧，啊甲咱彰化县民，大家有闲会当来共同参加即个活动，即个活动咧大家来参加那个大德公庙啊，祝寿。会当保庇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这项庆祝活动将会伫4月初8下晡3点开始，欢迎所有乡亲全家伙啊到现场参与庆安宫200周年庆的活动，祈求平安，也阁有丰富的奖品会当摕。新彰化新闻白明林彰化采访报道。